你有多久没给家里老人剪过指甲了？老人指甲太厚，普通指甲剪起来不好用。后来在网上看到了这款指甲钳，专剪那些又厚又硬切入肉的指甲，双弹簧设计握感更舒适，仿鹰嘴设计完美契合指甲长度，剪完圆润也没有毛刺，轻松深入指甲沟，不管多难的剪的指甲都能剪，刀面锋利也不伤手，还可以按摩指甲，披甲修剪多重功能。邻居们都在问在哪里可以买到。我买的指甲钳到了，像家里老人的指甲都是特别的厚，而且很硬，还有就是甲沟炎，用这个钳子真的很方便。最后一批，最后一批，这两天卖爆了的德国精工鹰嘴修脚钳，现在只剩这一批了。前几天说俺们家修脚钳不好用的，不是啪啪打脸，已经知道的美女帅哥们可以直接下单了。不知道的听我继续说，咱们这款鹰嘴钳前端尖锐刀口设计，轻松深入甲沟部位，可以很方便的伸进指甲缝里剪掉扎到肉里的指甲。ABS 加 TBR 防滑手柄，触感舒适，角度舒心，让你修剪更轻松，走起路来那叫一个虎虎生风。废话不多说，源头厂家三包政策，包退包换包喜欢。不想看的朋友可以划走了。我为什么这么自信？是因为我家的鹰嘴钳仿照鹰嘴钳设计，高度贴合甲型弧度，深入剪甲不剪肉，用这个不仅安全还方便，大小适中，可随身携带，收纳还很方便。用这款鹰嘴钳剪完指甲，老公都睁大眼睛，脚趾简直变得太好看了，刃口锋利坚硬还耐磨，一把抵三把。买到家发现不好用，全额包退，现在超值抢购中，再不买就来不及了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点击下